着实困难到我了。你去哪了？月亮吗？我就如实交代吧。来吧，坐下吧。你约了是谁？谁？夏恒。那你聊下来，你感觉他跟夏凉对比，你会更想跟谁继续聊天？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呀，我这怎么回答呢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是很直观的，因为我当天在月亮房不见了四个男生嘛，就是我会有一种是聊着聊着，就是那时间我们是有15分钟，我可能会觉得啊，时间怎么就够了？还有一个天哪，什么怎么结束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啊？天哪，我还要说什么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对比他们两个。没事，你先说你自己吧。人家这会儿不想说，你就。我好难，我在下面难在哪儿啊？我的天！我上来在这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刚写完两个字儿，琪琪咔冲进来，我的手机在哪里？你知道我吓得，我把这个赶紧给它盖上。我说我真的像一个特工。然后琪，你在这练字呢？我说我自己就快，我已经止不住了。我那个笑意，我真的就止不住了。我说我今天真的大无语，对我自己太无语了。